随住大量公司型房屋陆续建成，预计至2024年，元朗区人口将会上升至685200人。所以我哋盛汇商铺基金相当睇好当区未来嘅发展，并于2016年12月买入元朗金辉径33至41号金禧楼地下5号铺，即苏我行呢一个铺位。呢一间台式小食店正正就喺元朗人气景点 B 仔凉粉总店嘅隔篱，而且附近有大大小小不同嘅食肆超过15间，无论任何时间都系人头涌涌。铺位建筑面积大约120尺，设有小食食肆牌照，附设有洗手间、来去水位。另外，根据路政署资料，政府规划沿元朗市民渠兴建一条有盖高架行人通道，接驳朗屏站至教育路以南，引领人流由西铁站直达元朗南。而位于教育路以南的出入口正正位于已购入铺位的正前方，预计将会大大增加该铺的人流。当局有计划结合绿色空间网络和可持续水资源管理，将元朗名渠改善和活化，打造成休闲区域，改善该区环境。此举相信可以为该区的店铺增值。